们师兄弟今天的笔法与以往不同，无论是南拳北腿还是南北交融的功夫，我要你们在棉布上写出禅武合一，胜负以写出的点数多少决定，也就是谁写出的笔画多，谁为胜者。明白了吗？弟子明白。师太啊，还算精神，好好打，千万别让这个师兄失望。是，师太。法言呐，可不能低估北少林的功夫，一家都有一家之长，这回你可要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，别给自己丢脸啊。师太放心，我会好好打的。哎，若兰啊，你想谁打赢啊？那你呢？要问我吗？实话实说，我谁也不想让他们打败。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小滑头，你呀应该学我们师太，他就立场坚定，毫不含糊，他希望法正打赢。我是问你，又不是问你师太。那我当然跟师太一样了。你跟师太一样，那我当然跟师父一样了。真狡猾。我这是禅语。哼。现在比武开始。师兄请指教。师弟请。Thank you.
师兄！哎，师兄抓住！师兄抓住！哎，师兄，你来啊！你来啊！你来！什么？师父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南北比武并非分出胜负，而是通过交流达到南北融合。嗯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好。师太，师太，法正，智一在为你高兴呢。谢谢师太。三师兄，你真棒，今天真厉害。三师兄，今天怎么了？明明可以打赢他，为什么非要让着他？错了，是他让我。为什么呀？他悟性比我高，就这样。广信，我们居然把法正和五祖六祖的事扯在一起，现在都觉得可笑，我觉得脸红。嘿，师兄啊，可真行！我原来以为啊，你是不会让着大师兄的，结果你偏偏让了。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得让人的，也不肯受人让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禅与武的和。相和，法镜，你真的长进不小啊！徐太，你以为我悟性比你差呀？差不多。你们说那么多，不就是一句话，禅武合一，可以打败佟大宝吗？法言，师父，法言，过来。法正，你们两个现在，师兄啊，我想请你为紫云庵的众民们讲讲禅武如何相合。师妹是在取笑我吧？我这是真心讨教，你反倒谦虚起来了。南北相合，禅武合一，这是我们和智一师兄多年的夙愿。这次总算在法正身上看到了希望，这件事情你总算做对了。师妹可是头一回夸我。我这是夸你吗？哎，今天你师太对我们师父很客气吗？我今天对你不也很客气啊？难道女人都是让人这么难以琢磨？哼，那当然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天你不是来南朝林学北腿功夫吗？今天啊，我可以当你师父了。你当我师父？哎，怎么，你还不相信啊？法正那几下子我全会。